乡亲是快乐提着影像机，将坐客运的情形拢记录落来，因为这是头一班，会当为德山市区，唔免经过专车，就会当直接坐到台中高铁站的客运。欢迎搭乘6188路竹山站往台中车站，祝您旅途愉快，一路平安。咱即摆以后呢，咱若要德山甲民间啊，要去五路高铁站哦，咱来坐台中客运哦，就可以直接到五路高铁站哦。来搭高铁到新竹、桃园、台北啊，可以说非常的方便哦。哎，希望啊，咱职参政干民间哦，哎，这乡亲呐，如果要到高铁站，就可以来搭台中客运啊，来直接到五路高铁站，和咱的哎这个省的方便啊，带来非常的通顺哦。在电影人数的走中，加上立法委员林明进的协助争取之下，自今年元旦开始，德山市区直接坐到台中高铁站的车次，现在已经开始通车，而且平均每一点钟都有一班车。那目前的话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它是一个小时一班车。它早上从6:20开始发头班车，到晚上的9:30是末班车。有民众指出，现在客运公司有提供这个路线，要来往高铁是省下将近一半以上的时间。那么现在呢，变成2个小时的生活圈，在2个小时以内呢，竹山的居民或是游客、外来的游客、哦、就可以到高雄跟台北。那在台湾没有几个城市有这种哦2个小时生活圈的方便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哈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。客运公司也指出，原本来往德山台中的坐车人数，平均一个月是23,000人左右。现在有提供直接通往高铁站的路线，希望在一年后坐车的人数会当因此成长50%，带来更加大的效益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